今天你还抢起来了？想吃吗？那你撒个娇看看，快来！好了，看你馋的，走吧。哎呀，你慢点儿，好吃鬼！有人家罐头是主食及食粮，肉原蛋白高达99%，肉汁儿也很多。专治爱干饭又不爱喝水的主子，它有3种不同的口味，可以满足挑嘴的小猫咪哦。还不够呀，贪吃鬼！